内心的感觉好像自己飞起来的感觉，就是好像在天空翱翔，非常的愉快。这个凉风微微过来，是那种奔放的感觉，就是很自在的感觉。就感觉是你想要往哪，就脑中想着脚上就去了。看起来很难学，也觉得就一定要学会，对，一个好胜心。特别喜欢这种很快捷的东西，对于我来说，我是觉得是一种自我的释放。我觉得这个还蛮接近意念控制的，你身体需要动的地方非常小，骑过去后面可能就喃喃细语在讨论，哇好酷哦，那一台是什么。骑单轮我觉得是一种自信的表现，在马路上就是有一种那种很驰骋的感觉。是一个就是你学会了以后就会根本不想走路的东西，整个人的心情就感觉啊，一个字啊，非常棒。我每天都会骑它，可能跟脚已经密不可分。